好，我们庄尼高职本届的毕业生表现非常优异，除了演艺科呢，参加两个台视的百万大明星都入围之外，都进入前十大之外呢，其他我们还有直属科也考上了台科大啊、哦，繁星计划都非常成功，所以我对于我们这个同学们的表现非常好，希望同学们毕业之后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为校争光，常回校来玩，好不好？